圣光的堡垒来打造，如今却落入虚无的魔掌，吞住着恩若斯的部队。艾兰尼亚屈从于心中的低语，强迫所有人向上古之神臣服。做部分的是什么？或是个加速的风速，改成这个物流系统，改成物流系统。这到底是一个物流系统，不是他持续对这样不是他，应该说不是他的系统。受死吧！
到目标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就这样，引爆炸弹，然后离开这里。亲信有进入军情七处总部的钥匙，他们在猎杀所有反对恩若斯的人。没有在这，恐怕在另外一边。我们去杀掉他们，抢走钥匙，再来杀掉校长。学校了吧？对。
结束，但暴风城还是沦陷。
近一点。大祸天下，利王道夫。他的副本是同理的，是拿来打大王。对，有点不合理。对，我觉得我会把他
下。不要败给那些低语，我已经不是他们太久了，你说的才是真理。哈纳特，你也要仔细倾听，我一定会让你听见。不，我绝对不会。至少你可以稍微放心，万一他真的发生了，你已经有终结他的准备。